关于我转生变成史莱姆这档事，决定制作剧场版新作。关于我转生变成史莱姆这档事，宣布将制作剧场版新作，并公开了制作决定 PV。该作预计将于2022年秋上映。关于我转生变成史莱姆这档事是弗莱著作、插画的轻小说作品，讲述了普通社员转生到异世界，变成了史莱姆的冒险故事。轻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动画，由巴比特负责制作。